也是用心去感受老百姓的一些困难。坚持钉子精神，每一个案件要首先自己问心无愧，让群众满意就是我追求的目标。人人都遵纪守法，人人都遇事找法。法是强则国强，法是兴则国兴。他为民分忧，帮助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的百姓确认身份、办理证件。沈云儒，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公安局红星桥派出所民警，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任劳任怨。要去用心去办事，要去用心去感受老百姓的一些困难。那个头疼就是去看病，没身份证没模式看不成了，乘车子不方便，出门这都不方便。24年没有回去了，爸爸死根本没有回去。这些群众因为没有身份证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沈云儒不辞辛苦积极调查，为群众排忧解难，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公益诉讼守正道，金山楚水诉衷情。王朝阳生前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2021年1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生命定格在49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王朝阳的带领下，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率先推出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用法律之重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但他总说生态保护诉讼不是目的，他总说坐在办公室等案子找上门那就太迟了。他有政治的高度、为民的情怀、法治的理想、专业的素养和担当的作为，是所有公益诉讼检察人的榜样。我的证件您看一下，我们是卫生健康的执法，执法的目的就是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这个是空调通风系统，这个咱们都会进行清洗吗？对，看看有没有毛发什么的。张一，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法制监督科科长，从事卫生监督执法工作20年，张一经常深入公共场所和医疗机构开展卫生监督检查。用完之后你直接扔掉。医务人员的资质有没有？公共用品用具是否进行了规范消毒？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他都事无巨细，一一跟踪督促检查。新冠疫情防控以来，张妮始终坚守一线，督促指导管辖单位及时了解掌握最新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就监督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依法处置，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把那个桌子搞乱了，又来所有的。在矛盾调解中，他是当事人的出气筒；在日常生活中，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是基层依法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维护和谐的忠诚法治战士，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他就是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马善祥。从事基层工作30多年，老马走遍当地大街小巷，深入研究群众工作方法，推广群众工作经验，成功化解群众矛盾纠纷2000多件。每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群众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积极的变化，多多少少能够感受一点温暖。
这些年，老马积极外出宣讲，尽心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小马。2021年，重庆市30多个区县人民法院和5个中级人民法院全部成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推动一站式多元解分、诉调对接的创新探索，为构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做出了突出贡献。一生则一世，一世为公正。这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军一生的坚持。从事司法审判工作20余年，杨军秉公执法，精准量刑，经他审理的各类案件近4000件，无一错判改判。2020年7月25日，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杨军累倒在办公桌前，经救治无效，因公殉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没办完的案件，依然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他就像无畏冲锋的战士，是要用法律的剑戟荡平黑恶势力，涤清社会风气。保护长江，用法律捍卫一江碧水，扎根基层，用真心服务万千余民。李淼，马鞍山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2019年，安徽省马鞍山市率先开始渔民退捕转产工作，李淼主动申请深入基层一线，与渔民面对面沟通。每个渔民、每个渔户家里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有针对性的帮他们解决问题。从小在长江边长大，李淼的心里不只有波澜壮阔的江水，更有渔民生活的苦辣酸甜。他积极帮扶上岸渔民就业创业，吸纳上岸渔民转变身份成为护渔员，更是开创精准滴灌式普法，点对点解决渔民上岸后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现在渔业的资源恢复得很多，徐家洼那一块晚上都能听到鱼跃出水面的声响，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14个坚持当中，其中一个坚持就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能过去我们对生死、对战争，很多呢是来自于文学作品，来自于电影，但你到了战场，其实生和死，包括国家、民族、战争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你的头脑当中，甚至在你的灵魂当中浮现出来。经历过战火的淬炼，他踏上法学研究之路。2003年和2018年，他两次走进中南海，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他深入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创新发展。总书记讲了，法治强则国强，法治兴则国兴，只有国家好了，个人的努力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明察秋毫为正义，重罪检查见担当。王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4级高级检察官。从检17年来，他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他成功抗诉2宗一审宣告无罪的命案，以求极致精神在办案中监督，历时3年将2名真凶定罪伏法，坚决防止冤假错案发生。他办理的朱某某故意伤害抗诉案入选2018年度全国10大法律监督案例。坚持钉子精神，每一个案件都首先自己问心无愧。
他以司法轻易性为核心，总结出三亲自两沟通办案方法。他成功抗诉案例和经验在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做经验介绍。秉持客观公正义务，办好每一个案件。他一心为民，守护百姓安宁，他鞠躬尽瘁，筑起警戒丰碑。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一级巡视员潘东升，在他的带领下，福州公安三年内打掉涉黑组织35个，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169个，确保1700多场安保任务零失误。2021年9月25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的潘东升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57岁。他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人民公安事业，向全社会展现了新时代政法队伍的时代正气。我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黄河水啊养育了我们，一定要爱护好我们的黄河。当时啊，老一辈啊没少跟我说这种话。张道强，山东聊城东阿黄河河务局水政监察大队中队长，他曾是被黄河水滋养长大的孩子，如今他更是黄河虔诚的守护者。他用赤诚之心守护法治信仰。20多年来，张道强的足迹遍布辖区内每个角落。有人为破坏母亲河的行为啊，我们坚决进行打击，为的就是还黄河一片安宁。多年来，张道强坚守一线，依法治河，普法护河。黄河是咱们中国的母亲河。工作之余，张道强更是保护黄河的推动者，公益宣讲，志愿者服务。他还用文字书写黄河，以提高人们对母亲河的关注和保护。张道强用行动书写了对大河的忠诚与誓言。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像百名红通，我们已经追回了60个人，我们在很多做法上已经成为了国际经验，甚至是中国的实践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模板。王秀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G20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主任。他是我国刑法学专业培养的第一位国际刑法学方向博士，在反腐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深入一线挑战高难度法律业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建高水平学术研究团队，推进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在这次峰会上就决定建一个中心，中国实践也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决定建立在中国，每年一届每年一届。原则上我们都是邀请20国集团的这些个国家的兼职研究员来开会，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他是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凭借数个弹壳拨开重重迷雾，利用半枚指纹锁定真凶。崔道直，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60余年刑侦生涯，累计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无一差错。退休20余年，崔道直仍工作在刑侦一线。只要是公安部或者公安厅需要我，那我坚决服从命令。崔道直主持研究的痕迹物证图像处理系统，
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余生短暂，唯有奋斗，把对党忠诚落实在每个案子里，实践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慧眼如炬，他找寻罪恶的踪迹，使命不移，他书写中国刑警的传奇。收到一条网民举报，在虚拟世界主动担当，让网络犯罪无处遁形，在百姓身边积极宣讲，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奇客团，无锡市委网信办网络信息管理执法处处长，全心守护着网络净土。我们是一年365天，是全年无休的，经常夜里呢要起来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处理各类网民举报3700余次，辟谣60余起，更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大案要案10余起，在净网2021专项行动中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一手抓执法，一手抓宣传，奇客团用创新的理念紧跟时代的步伐，将案件执法过程向社会公开。线下普法活动覆盖超过400万人，线上传播总量超过2500万人次。通过这种案例，让大家知道哪些是红线底线，哪些是高压线，你不要去碰。他是守护互联网安全的忠诚卫士，是扎根一线、服务基层的普法先锋。